大家好，我是林安星宇，今日会讲解工会时装。好多人都不知道，原来工会时装是可以换不同的颜色，可以买多于一件的不同颜色的衫的。在教大家换不同颜色的衫之前，我们先看现在这件轮回工会的衫，是外套黑色加青色底。换工会时装是需要团长做，和每日可以换一次的。我们首先按一按 logo 的位置，之后我们会看到原来1呢、3呢和5呢会有不同颜色的 logo 啦。我们原本是第7个 logo 啦，现在我们换一换其他颜色的 logo， 我们只要拳头这个 logo 看看是什么颜色，换完之后再按回双城，就会看到个工会衫是变成蓝色的工会衫了。因为未换 logo 之前是不知道件衫会变成什么颜色的，所以我做了以下这个图表10个 logo 对应10款不同颜色的衫，那你想要哪一款就叫团长去换。接下来我们分享 No.1 工会的团服，大家细心欣赏。今日影片到呢度结束，记得订阅、点赞同分享，我日后会分享更多有趣嘅影片俾大家。拜拜。